王菲和谢霆锋复合的消息证据确凿，震惊整个华人演艺圈。但是无论是双方的经纪人还是朋友圈，对两人的复合均表示毫无头绪。谢霆锋为人神秘寡言，就肯定不会告诉朋友，但就连群众闺蜜满布的王菲，这次也选择把秘密烂在自己的肚子里，连赵薇和刘嘉玲这些好友圈大 V 都被蒙在鼓里。不知道，我明天要看报纸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只是很多记者打电话来。其实我真的不是王菲的代言人，有什么你应该问他自己，或者问碟波拉，或者是问杨受成，我觉得他们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刘嘉玲在王菲复合消息爆出的当天，正在香港为自己的舞台剧演出最后一场，她表示第二天就要前往北京，并指明一定要看王菲。至于会不会顺道也把霆锋一起见了，刘嘉玲就表示自己也控制不了。别想太多，我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都不知道存不存在这个世界上。好好的珍惜目前，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如果是真的，我送上无限的祝福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